北京州赛 ERT。来看这一场 ，Perry 对阵耀西啊，战场。这个图，格斗人不喜欢。好像是，但是 Terry 是可以用这个品牌来连招，所以好像是连招角色，其实这个地图是可以，但是钥匙也是可以对，钥匙也可以，所以互相其实 OK， 但是最就是格斗游戏不太喜欢这样尝试看角色，如果对手是如果萨姆斯那种，那肯定帮一下，对，比较麻烦，对。但是这边 Terry 已经进入够状态，百分这边应该拿一个击杀，漂亮。Okay, 这个是一个比赛的魅力啊。对，这个直接打了。平时的成绩上肯定是 Plasma 多是稍微弱一点，但是是不是念说的对，就是优势是不是？这个格斗游戏的，漂亮的空下。百分比也是直接堆到53啊！这边优势轮打得非常的对，非常的稳。这边成功的找到一个击杀，第二要漂亮。OK， 这个有一个还没死，直接的冲拳，对，是中。但是主要高峰会来骗出一个上臂，但是怎么说？但是 Obersnu 也是，其实他是非常的经验很丰富，这个是很我也不会着急。对，马上开始下载。对，刚才也是直接读到一个跳，确认到了一个冲拳。对，这个也很漂亮。但是这次他，我觉得 Password 用的战场的那个，这个应该是 Curry 的失误，这个空闪回场其实暴露很大的。对，但是大家都没想到他的会直接这么去一个 S 的等度。对。好、OK， 还是优势的这个战场是非常好。对，而且明显帕索尔这次的对策有点足啊，他知道怎么打特瑞。对，可以就是保护就是 Obersnu 的话，因为他是没有入身直接打，对，这个也有。但是这个是这边 S 想是直接摸奖，但是这边还是先投出去，手边怎么说，二代交掉，先尝试的冲拳。还是冲拳出盾，先空 A， 左边没有择到，好，先拉开，先补习，漂亮，哦，这个连段能带走吗？还是不行，我又是特别重，还是恐龙嘛，啊，对，对，哎，还是空后想去摸，但是这边是还没死，要吸有点恐怖，但是啊、还可以，超级护甲，哇，还是这个冲拳的打这个普通上板，因为他每次就是马里奥每次他在他的线上嘛，所以还是他的肌肉特别强。对，但是这边其实百分比也是比较危险的，78的话两下可能也是要暴毙。尝试去摸92，哎呦，这个 S， 但是这个进够，对，也是两套，能不能直接回战？打到，但是冲拳回来，能拿到吗？先盾住，漂亮的空恩，crash shoot 回来 ，OK， 然后摸，对，还是这凹了一个，还没死，这个版面能不能拿到这个击杀？打到了，还可以回来吗？还可以回来，有票，但是啊，太急了啊！可惜，可惜，1-0 Obersnu。好，但是也有希望，有机会啊！明显这个。我有点跟不上的节奏，有点。对，刚才其实，其实有机会。对，这个刚才那个手边其实。OK， so 如果像刚才一样的话，其实真的有机会。但是如果不行的话，第一肯定是下载好了。第二，传递还是没有变。感觉 Obers 觉得 OK， 觉得他是下载问题。好，是还能回对他的回来真的强。
二番跳比较高，而还带超级护甲。对，这个超级护甲是对，这个太难。对，还是日本玩家说的对，这个是免费 DLC。对，免费 DLC 的。这边百分比也比较尖，还是一个 S 键打出去。我觉得真的 password 真的。真的强啊，对，最近明显是有研究了。但这边 carry 要连招先打出去，但是113也是一下可能就死了。 对，先这个场合的话先伤害就 OK， 先落地有点难落地。然后想去摸 carry， 保持一个近角的距离，直接哦，先还没死，还是 carry 二十二就想去摸power down回来，下 S 想、哦、上 S， 这个你也没有穿过去啊、OK， 哦 OK， 哦，两次，发索尔有点找到节奏了，明显这边努努下载对完成了一下，对，应该是被下载了，对，好，这手边能不能先拿一条命？好，空闪片出来，先落地。哦，漂亮，这个够的收益。那这个场合先想先空下摩顿空上 T 的，对，这个 crush 这一上 T 170才能杀吧、啊、感觉啊，哦 Perry 啊，伤死了是吧，但是有点104了，也是危险，但是能不能先拿到游戏边也还是一个接近，但是、啊 okay，第二把失误明显多了起来啊，完全的下载完毕，好，恭喜 Overflow。